北京冬奥圣火由希腊雅典抵达北京。圣火火种清晨由希腊雅典送到北京，在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举行火种欢迎仪式。储存在圣火灯的火种燃点火炬之后，交给北京市委书记、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燃点火种台，之后送去奥林匹克塔展示。火炬传递将会在明年2月2日至4日举行，由1200个火炬手在北京、延庆和张家口3个赛区传递。今次冬奥因为疫情，只是向境内的观众卖票。